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谈这个六合敬，这六条啊，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哈。最后啊，我跟大家简单啊，我们一起啊，依老和尚的教诲啊，来修六合哈。修六合敬祈祷文啊，弟子众等一心归命啊，大家要随文入观哈，检查检查自己是不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啊，归命归心是见哦，我不求其他的事哦，也不求人家理解我了。我就求往生极乐世界哦，安尼你特别无助啦，你不会郁闷哦，不会动情绪哦。好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观音世智啊，皈依观音，我们要反闻闻智性哦，要向内哦，不要向外哦。世智，我们就要想到。都摄六根哦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哦，啊，哦，我们是归命啊，极乐世界这个去处，也是依止西方三圣的教导哦，清净海众，啊，啊，我们是跟他们修六合敬哦。跟他们见和同解哦，即十以及十方三世一切三宝啊，皈依三宝，时值末法，我们遇到末法的第二个一千年，斗争坚固啊，这个时代佛在世的时候就说是斗争坚固啊。这个上一个时代是塔庙坚固，再上一个时代是多闻坚固啊！你看人心堕下来了，现在是斗争坚固。哎，末法当中能不能有正法？啊，佛陀那个时候是正法，正法那时候有没有末法？不要着相哦。佛在世的时候还有六群比丘调皮捣蛋呢。他是末法哦，我们现在末法之期，我们依老和尚的祈祷文，依他的教诲，我们可以在末法当中把正法表演出来哦。我们道场往生的人很多，这是正法哦。哎，往生是成佛呢，哇，那台中莲社往生的人好多啊，那个是功德无量啊。哦。我们有信心哦，马来西亚人心很淳朴啊，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哦，跟阿弥陀佛同哎，跟老和尚同心同德哈、哦，同愿同行。那灾力四起，哦，所以马来西亚全国净宗协会同仁，啊，好，我帮你们念了哈、哦，啊，有不愿意的可以举手哈，啊，这。兴起学习六合，以求自度度他，拯救地球。啊，这个共业、啊、靠我们来扭转啊！拯救地球啊，责无旁贷。大心虽发，当知此事，若无三宝加威，祖宗得应，云何形成？啊，我们虽然发了愿呢、啊，我们还是有业哈、哦，还是要求三宝加威啊，祖宗得应啊，真的哦，啊，是佛菩萨祖先承担哦，啊，我们把心用对了，就得到他们加持了。我等四众弟子罪业深重，定慧未修，虽闻正法。尚未落实，啊，那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了，发了愿了，愿力大过业力啊，
我们就大变活人了哈。啊，尚未落实，但是发愿了，今愿依佛教法，虔求加佑，啊，虔诚祈求佛菩萨祖先加佑哈。弟子啊，诚德是从自身做起，修六合敬。哎，我念诚德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念自己的名字啊？哦，好，好，我们要上达诸佛听哈。好，你们跟我一起念哈，弟子诚德。哦，你们不要念我的名字。哎，上达诸佛听哦，好，发了愿了啊，我没逼你们哦，是从自身做起，修六合敬：一、见合同解；二、戒合同修；三、身合同住；四、口合无争；五、意合同悦；六、力合同均。好，我的时间是到45分哈。45分，接着是我们陈会长致闭幕词哈，啊，哎，就当我哎跟大家最后的讲话哈，就是这个祈祷文哈，哎，我们一起共勉啊，啊，好，这个六条哈，力合同均，谨遵经训，啊，谨慎的。啊，慎重的来依照经典的教诲哈，出之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因为我们首先啊，要相信自己有真如本性哈，有自性清净圆明体，性为道源功德母哈，能生遍法界依正庄严，都是我的自性变现的哦。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，哈。而法界依正全体啊，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一切万法不是一家，而是一体。我们跟众生是一体的，哈。故佛示众曰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我们的见合同解是建立在我有自性圆明体。众生跟我是一体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假如我们觉得众生跟我们一体啊，任何人跟我们一体，我们就容易修六合敬啦。不只是一家哦，是一体啊，那修六合敬就不难啦。好，啊，自今日起敬此行受。尽我这一生的寿命啊，认真落实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五戒十善》啊，啊，扎好我们德行的根基呀，啊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过。哎，老和尚说的修行两件事：知过，改过。可是我们没有日日反省啊，可能一天下来不知道过在哪。比方诸位仁者，昨天一天过去了哈，昨天我们有没有发现哪个念头不对？昨天我哪句话有没有讲错？哪个行为有不妥当的地方？有没有？假如我一回想，昨天都没有啊，那只有两个状况，您已经快成为圣人了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呢，看不到自己的过，那看不到，那就不能修行了。修行是修正行为过失啊。哦，所以这每一句哦都很重要哦，不要划过去哦，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。
务求行医事德，就依菩萨事德，我们刚刚讲完，随缘妙用，威仪有责，柔和直直，待众生苦。然后处事呢，奉行菩萨六度，四摄法，还有三福。大家在看我们这一次课程呢，外面摆的法宝啊，你们有没有哪几样啊？准备送给亲戚朋友，送给你带的团队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多请客多送礼了，布施。好，有没有听了觉得，这一段教诲啊，对，哪一个同仁很有帮助？当然，你不是见他的过啊，你不要说，这个你最需要听的，赶快听。你说，我们这几天这个课程，我挺有收获的，供养你，你看这个讲话感觉一不一样？所以言语，其实言语啊，根源还是什么？心境了。言语是心之深，心反射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六度四摄三福，还有普贤行，普贤十愿，我们来奉行。好，经云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这个是六祖大师《坛经》里面教导的，弟子既发心修六合道，因为我们发了愿了，要去做了，不然就变骗自己了。必求自身业和谐，与业和谐，这个在六合经里面占了三条，意业和谐，身口意。接下来这个老和尚教导很重要，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。佛法是内学内求，不是要求别人哦，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。别人不跟我们和，我们一定跟人家和。比方对方对我们很有成见呢，可是我每天念佛给他回向，他不跟我和，我跟他和。诸位仁者，你们每一天每一次回向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回向跟你缘不好的人？有哦，随喜功德，真干呐！你假如回向的时候，我才不愿意回向给他呢，那这个普皆回向、普贤行就修不成了。修行要从最难的地方下手。哪一个人，你一想到他，呼吸就会有点急促的，赶快每天替他回向，你的境界就慢慢转过来了。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。接下来啊，一切资身之具，生活所需的，其实就是利和同均呐。我们刚刚说这个认真落实《弟子规》感应篇五戒十善呢，这是戒和同修。六度四摄三福十愿都是戒和同修，这五个行门呢，老和尚说，就是我们净土中的戒。我们照着这五个行门啊，我们的心都在道中啊，色心为戒啊，我们的心没有随着贪嗔痴的习气乱跑了，就得定了。定久了就开慧了。一切资深之具，愿与大众共享。
这个甚至于是啊，哎，别人有需要，我有，啊，哎，我给他，给他方便，我自己再去处理，啊，啊，再来买，啊，我麻烦没关系，给别人方便，哇，那这个利合同心做的就更圆满了。就在这个境界呀、啊，我执在放。哎，老和尚为什么可以团结九大宗教？啊，我这几天常常跟大家设问好几个问题，你们还有印象吗？哎，老和尚为什么要讲五心啊？啊，都是借这个让我们去体会老和尚的心境。目前当目其心，我们去效法老和尚的心境啊。内行人看门道啊，老和尚为什么能把最棘手的宗教与宗教的关系能够把它团结起来？因为老和尚做到了先人后己啊。有一个真实的个案啊，在澳洲净宗学院啊，我假如没记错的话，哈，啊，记错了也大约是这样啊，哈。当说其他宗教啊有经济上的需要，啊，主事的人来问老和尚啊，老和尚啊，我们要帮助多少啊？哦，那这个主事的人就3000、5000，啊，就在那建议啊。老和尚问了一句话：“你还剩多少？”哎，13000，全部都捐了吧？哎，大家听这个故事，有没有体会到老和尚为什么可以团结宗教？哎，你假如都好的我留着，哎，用不到的，用不到的再给他了。你这个与大众共享啊，哦，哎，你们现在要看着我，不能看那阿弥陀佛哦。好，哦，我看到有同修在帮他念佛啊，随喜功德啊，你是怕他那个电风扇啊？哦，对，好。哦，这个众生都有灵性哦，他听来，进来听老和尚的六合敬祈祷文了，啊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个老和尚的行仪也让我们体会与大众共享的心境哦。哎，一无量寿经，一向专念弥陀圣号，哎，这是我们的正修哈，哦，是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唯愿以自身之真正落实，感化一切有缘众生。啊，别人不能感动啊，哎，是我自身落实的还不够。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，但恐诚心未至。哦，啊，如印祖云：“看一切人，皆是佛菩萨。”唯我一人，实是凡夫。啊，哦，别人不能被我们感动，哎，他佛菩萨来示现了，提醒我的真诚还不够，德行还不够。啊，哦，那有这个心境啊，看一切人皆是佛菩萨，那我们的心也跟呢，善财童子53参相应了。我们每天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，我们也能提升哦。好，所以愿以此如说修行供养啊，诸供养中啊，法供养为最啊，而法供养里面依教奉行这四个字，诸位仁者，我们这几天听老和尚讲经，听了好几遍啊，哦，你真正护法依教奉行，做榜样给人家看呢，啊，这个是最好的护法了。
自诚祈祷，我们现在祈求正法久住啊，世界安定和平啊，我们是用依教奉行的功德来祈祷，化解世界一切灾难，普利群盟，利益一切众生，恭维十方三世一切三宝，委托天尊，恭维就是我们现在在祈请十方三世一切三宝，还有总护法，委托天尊，还有护世四王，四大天王，龙天护法证明摄受，给我们做证明，我们现在发这个愿了，我们要依祈祷文去做了，请他们给我们作证，也加持我们，摄受我们，这个很有感应哦，你愿一发，诸佛菩萨委托天尊护世四王龙天护法加持就来了，你看进修节要三十一拜，一心观礼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宝，十方护法菩萨，金刚梵天龙神圣贤等众，一念遍虚空法界哦，我们这一念如说修行是真的感的护法力量啊，是无量无边哦，所以要有信心哦，一念真诚就相交感了哦，令弟子得成为六合行者中之一员，能成为行六合道、落实六合境中的一员，令我黑夜永除，就是我的恶业能够永除掉，善法增长，每一天依教奉行当中善根不断增长，克邪善友，这个邪就团结起来了，把这个同山道友啊都能够团结起来，大家一起来做，来成就啊，自己的团体，是六合的团体，那就能把灾难化解，能把佛法弘传到全世界，这样我们这一生呢、净满圆成。那最后呢，弟子事成德，至诚顶礼片叩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这一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